现身台北城市博览会开幕记者会，台北市长柯文哲、陈柏惠选在27日在花博正式登场，外界解读是卸任毕业展。但内容太多了，那个除非很有兴趣的人才有办法耐下性子把它每一样看完。说是要推销市政，更要拉拔一旁的副市长黄珊珊，因为这是黄珊珊副市长的倒数第二天。每一天都要把最后的工作做好。陈柏是我督导的工作，在他开幕之后，我就算是阶段性任务完成。投入选战后，正式向两个对手开战。新党出身，加上亲民党籍，可吸引泛蓝选票。黄珊珊已经拟定这策，要抢攻蓝营选票。那会邀请蒋万安跟陈时中来看吗？我想谁，任何市民都可以来看啊。我相信我会去看，但目前没有受到邀请。陈时中想去台北陈柏惠，但是蒋万安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正面回应，因为从头到尾，蒋万安策略就是紧咬陈时中，避免与黄珊珊为敌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